子会。毕竟不多，那今天这一位呢，绝对是在2008年叱咤华人市场的一位。你还想听听都是哪一种类型的？我觉得巨星的话，一定是要爆红，爆红的那种，突然窜起来，突然之间红，这个有，有实力是绝对有，觉得呢？我觉得国际的，国际的有潜力十足。就是萧敬腾。今天人们要哭的大明星，就2007年凭着歌唱实力爆红的闷骚一个萧敬腾。那萧敬腾呢，现在里面做一个说话，因为他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他除了实力之外，他在意大利呢拍了一部小电影，对不对？小电影拍了那个了。重点不是他，重点是他旁边那群恐怖的工作人员。对对对，怕吗？工作人员的话怎么办？因为我们没办法这样抗你。工作人员有一个是我好姐的，他的今天 Summer 姐是我姐姐。好，太好了，那个抗你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就叫 Summer 姐处理，好不好？好。他可能会动手打你。不要嘛！就是好好的服侍咱们即将举办签书会的萧敬腾，而美妹们和萧大明星会擦出什么火花呢？VIP 高级的设计师，真的只有 VIP 人才有，不是 VIP 吗？有。好的，至少我确定他们在家长心目中都是 VIP。谢谢，很会讲。在这边弄头发吗？欢迎萧敬腾。不错，来，我们今天先来哪？先按摩，先按摩。你哪边酸痛？这一趟去意大利辛苦你了。哪边酸？大腿要不要？大腿我帮你。不要客气啦，那种。不是这样，怪呀。好，今天你是要参加签唱会，现在签书会，蛮特别的。我先到那边去，镜头不好拍。好，好，今天你是要参加签书会，那会很兴奋吗？还可以，希望。那我们这四位妹妹啊，是你今天的贴身服务赞助。先讲，现在已经中午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饿不饿？啊？饿了吗？还好。讲老实话，就算饿也不能吃。不饿，不饿，超饱的。主人饿我们就饿。主人要吃什么？主人饿了吗？什么？请在他耳边轻轻的讲，讲悄悄话的。你要我示范？主人。要细音，问你。好，我们配出一个讲话最温柔、声音最好听的。对。你要轻。要吃什么？
神来。我说小菊啊，你那嗓子声音啊，跟咱们小喇叭星的耳边回荡，哎呀，不是鬼呢，那是什么呢？帅哥的，回答是真的是。真的，你要吃什么？我们直接帮你买。哎，是。问题我在日本日系的。听说听那个 Summer 姐，有 Summer 姐，有。她最喜欢吃什么？她喜欢辣的。辣的。多辣 OK 吗？我去买。我不好去买。谁喊的？当然是你啊！先你五分钟没回来。好好好，等等我。辛苦了辛苦了，马上去买。我们这边也学姐是吧？哪有？她是医院的。哪有哪有？谁喊人家去买饮料？哪有？没有没有。接半只哦，绍兴再拿两张。我说老大，主角又不是你，你在那边使唤个什么？而且你最近感觉胖了不少，还要吃吗？下一个的。这还没有开始之前呢。对，我觉得要让他真的感觉到宾至如归。头发那边也还有问题。头发，还是要接别的 case 吧。老大老大，我有准备。你有准备什么？我带了我们家的护手霜，我要可以帮萧敬腾哥哥按摩一下吗？你是用哪一手？签名啊，签名啊，你干嘛？签名用？你刚刚挺正的那意思，就是要听我说。右手签名啊，右手签名，左手握手。哦，啊，所以右手是签名的，签名，左手是握手，握手的话。需要让他感觉到这个偶像是有保养皮肤的。哦，他们哎，萧敬腾皮肤算不算好？皮肤好白哦，算白了。他好嫩哦，哦，我猜取到了耶，主人。还不能越，好好不行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就算碰到要假装不小心。好，是的。啊。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那刚刚应该左手了。好，左手。那我来帮主人按摩左手喽。哎，我可以看吗？好，按摩。按摩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主人，脖子啊，颈椎这边呢。主人，你的手指头好快啊！这样子会觉得哪样？哪里摸过来？摸脖子。你没有说吗？你一直哎呦，星辰，狮子教父要娶人家了呀！哪有这么开心啊？万一有粉丝今天这样的话，你该怎么办？模拟一下，万一粉丝这样，星辰。我说小大明星啊，大家就是冲着你来，所以大家多想摸摸你嘛。我看你还是赶快想点对策。下一个的，还有另一种的。哪一种？哪一种的？哪一种的？你来，我可以跟你握手吗？这种该怎么办？对啊，亲手的话怎么办？如果手还没有发现，你 OK 吗？大家是会发生的。OK， 他亲一下哦，还留了点口水在上面，对，留了唇印在上面哦。只要漂亮就 OK 了，没有人说。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，来来来，我要吃海鲜，我要吃海鲜。镜头，你可以帮我签这本书吗？然后我想握手，我握你手。鬼脸皮大队的老大要如何出招呢？